须讲，他买了一斤，一个是他买了一斤，他把从犹大怀孕，因为他从犹大怀了孕，要了杖，要了印，要了带子，因此呢，他免去他的印。今天你从主耶稣基督也要重生了，有了这个重生的生命，就成为你的印记，所以你也免去一死，在审判的时候逃避了这个审判。我们再看这公公啊，称他玛是他比我更有意义，给他一个评价，什么评价呢？就是他是义人呢，是罪人呢？义人。义人。现在他玛是，因为什么是义人呢？因信心是义人，对不对？对。行为，按照行为他就不是义人了。对。按照信心他是义人，按照律法他就是罪人，按照恩典他就是义人。按照律法该定死罪，按照恩典他就被称义，不但不定死罪，反而他倒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因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跟犹大行淫。我们再往下看，他玛将要生产，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现在你是双生吗？这有一个预表，马上新旧两个人就出现了。新旧两个人，他玛预表教会，他玛预表教会啊，预表教会。新旧两个人产生，教会中间出现新旧两个人，这个他玛生养了新旧两个人，一个是属新人，是属谁的？属神的。旧人属谁的？属人的，对不对？神人同时出现了，在他玛身体里出现，也就是你今天有了重生的生命，跟基督联合，你里边也有新旧两个人。我们看说，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到生产的时候，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伸手这个是谁呢？好，现在这两个人呢，一个新人，一个旧人产生了。现在谁先伸手呢？是从神生的，是从人生的？从血气生的，是从圣灵生的？从血气生，那个人先把手伸出来了，是不是啊？他先抢头，跟该隐一样，先抢先的进行献祭，是不是啊？相信他先抢先，人就给他拴上一个红线，意思这个救恩就给谁呢？就给这谢拉，对不对？所以这谢拉呢，他代表救人，又代表血气生的，又代表从人义生的。人义生的，血气生的，情欲生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人首先把那个救恩哪安呢？那救恩红线代表救恩，对不对？喇合在窗前，在窗棂上也放了一个红线，红代表什么？代表神救赎的记号，对不对？神救我们以红，红是耶稣基督流出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时候人就用红线拴哪一个？拴谢拉。为什么要拴他呢？人把他定位是什么？头生的。但他是不是头生的呢？不是。长子是不是他呢？不是。一定不是他的。人把他定为长子，但在上帝眼里看他不是长子。我们看啊，人刚刚拴完他的手，那孩子手马上就什么？收回去了。又收回去了。这就说明人今天，人看重的是先出来哪一个，但神看重的是哪个？在他后生的。所以他先伸出手，他哥哥就生出来了。
收生婆说，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法勒斯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圣经里有几个，有几个，就是雅各抓着以扫的脚跟生出来的，还有这个是他哥哥伸出一只手收回去了，是长子，就把他定为长子，人定为长子。但上帝定哪一个是长子呢？是法勒斯是长子，人定的是谢拉是长子。那今天人就以为救恩就是这个，这属肉体的生命，救恩是不是属肉体的生命呢？不是的，不是的，救恩给哪一个呢？法勒斯。现在你有里面有个法勒斯，你外面有个谢拉，你外面这人叫谢拉，你里面这人叫法勒斯。我们往往就是以为这个人先生出来就把他当长子了，能承受产业了。但圣经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国，是不是啊？是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国，也就是说血肉之体他虽然是先生的，先伸手，这伸手是什么？人经常动人自己的手，把这个手伸到神旨意以外了。虽然是伸出手，但上帝也不定他为长子，不定他为头生的。长子是承受，次子是什么？不能承受产业。所以呢，人就给他拴了红线，说这是什么？长子是头生的。说下面说，随后那孩子把手就收回去了，非说他是长子，他把手就收回去了。然后呢，他哥哥生出来了，这收生婆就说什么：“你为什么抢着来呢？”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后来，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也生出来了，就给他起名叫什么？谢拉。好，那我们问：是谢拉能承受产业？是法勒斯能承受产业呢？法勒斯没有红线呢？这谢拉有红线呢？这救恩不是这红线拴在谁手上就是谁的吗？那是人拴的。人拴上去的不算，对不对？得神拴的才算。所以他把手伸回去了。这两个人，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与主联合的他嘛，今天他得到两个生命，哪两个生命？新旧两个生命。你今天与主联合也有两个生命，新旧两个生命，哪个生命在先呢？旧生命在先，哪个在后？在后的将在先，在先的将在后的，你这样才有保障，就是证明你已经重生得救了。这个地方也是预表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重生的生命，你先生的是大肉体，后生的是属灵的生命。那我们有这个肉体的生命，它不等于这个肉体的生命就能承受神的国，承受神国。唯独那个从神生的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堂课呢，我们呢一同来交通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第一章，我们从第一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一章，读完，把第一章读完啊，从第一节一直读到22节，找到没？一、二，以色列人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西布伦、盖亚比、大乃、拿弗他利、亚舍、加德、亚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但那
有一不认识约瑟的西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有约瑟战胜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管他们，加重担害他们，他们被法老建两座西过城，就比士兵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了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不凡，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用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工上都严严地待他们。有希伯来的两个受审者，一个名叫弗拉，一个名叫华。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受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者敬畏神，不把埃及王的吩咐，就只有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收生者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留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者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生产的，收生者还没有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者，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者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成立家室，把他的吩咐传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要留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直体会今天查考这个第二个细心的女人，而向神献上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因为我们在查考你的话语，你便在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你使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因为这是何等大的奥秘，没有人能知道。你的圣灵若不在我们中间运行，没有一个人有智慧能够解明你的话语。求你与你自己的瓦器同在，借着他的口不住地将你自己的恩典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叫众弟兄姊妹能以明白你救恩的奥秘。求你来帮助下午这一点时间，大大的赐福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叫众弟兄姊妹从你那里得福。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们看第二个。第二是两个受生所，两个，这两个受生所，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阿，这两个受生所，施弗拉、普阿这两个受生所。现在以色列人整个在埃及地，以色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最兴盛的期间，是什么期间呢？就是约瑟的期间，对不对？约瑟在埃及地呀，约瑟在埃及地呀最强盛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埃及人因约瑟当宰相的时候，约瑟呀，他当宰相的时候，整个在囤粮，在敌粮，最后跳粮，养活了埃及地，并且养活了希伯来人。这时候呢，因为约瑟在埃及被卖到埃及之后的呢，他因为在埃及神大大的赐福给他，他就当了宰相。因此呢，以色列这一家因约瑟在埃及敌粮都存活了。今天有多少人能够取敌粮，将来喂养那在饥荒中间的弟兄姊妹呢？我说的敌粮，敌粮、跳粮，约瑟呢，在埃及他就明显是一个敌粮的
我们按时分粮的主，对不对？对。他提粮目的是要喂养，主要不是喂养埃及人，喂养谁呢？喂养整个的以色列的全家。一共他下埃及一共多少人？七十人。出埃及多少人？没有能数过来，对不对？嗯。出埃及的时候大概是四五百人，四五百万人，四五百万。但人今天计算有多少，你那时候的也不计划生育，对不对？那时候随便生随便养养，而且那时候人活的是每个人寿命都很长的。但我们知道约瑟那个时候最兴盛的期间，也就是说他整个以色列民和埃及民因约瑟的缘故，埃及都跟着兴盛，而以色列民也跟着一起兴盛。那个时候他们是靠着谁来供应呢？以色列七十口下埃及，谁来供应？这个期间呢正好是三十年的时间。这三十年的时间与以色列进埃及不是为奴的，乃是什么？自主的。后来过了这三十年之后呢，后来兴起王约瑟死了之后呢，兴起王就看希伯来人这么强盛这么大，而且遍满了整个埃及地，所以他们就惧怕，惧怕就想用巧计来挟制整个以色列民。那时候他不认识约瑟，后来起来的王不知道有一位约瑟。那我们知道神在埃及地施恩给以色列民，使以色列民强盛起来。今天在这个今天今生的世界，上帝也叫他自己的教会，施恩给他自己的教会，借着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就像约瑟按时分粮一样，来使教会复兴起来。虽然这个世界是魔鬼害怕，但是我们教会他是越害怕越挟制我们，越逼迫我们，教会就越发的越发繁茂，越发昌盛。所以在这个时候埃及王法老王呢想尽一切办法想挟制。首先他要只要是男孩子生下男孩子就要把他什么杀掉。为什么杀掉男孩子呢？为什么杀男孩子不杀女孩子？男孩子是什么？儿子是承受产业。对，今天你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你是儿子，魔鬼想方设法把你杀死，但他杀不死我们，你信不信？因为有两个受生婆，这两个受生婆是敬畏神的受生婆。什么是受生婆呢？今天有多少受生婆？地上有多少受生婆？现在在教会中间有没有受生婆？也有受生婆。那是谁？那些管理神家的人就是受生婆，真正的受生婆。哎，管理神的家，牧养神的儿女，这就是受生婆。听懂了吗？捡食麦穗的都属于受生婆，对不对啊？对。生产一个属灵的儿女，其中就得有养的，这叫收生婆。他把他收，把他接产，叫他生下来的，是不是啊？但埃及人不希望以色列在地上繁茂，为什么不希望繁茂？他说以后他们多起来就联合我们的仇敌一起来攻击我们，所以不希望他们在地上多起来。他看越是这样，越是上帝越赐福给以色列民，越有逼迫越赐福给他，不但被减少反而到什么多了。后来他是这样办吧，天天挟制他们，不让他们着闲，每一天叫他们做砖建基或城建金字塔，叫他们在那天天的劳碌，并且不给他们草也不给他们泥不给他们原料，就叫他们做砖给埃及人为奴。这时候也是出于上帝，这时候该以色列要出埃及的时候了，若不逼迫你，你就不出埃及，对不对？埃及预表什么？埃及预表谁？啊，埃及预表世界，对不对？埃及王预表谁？魔鬼，对不对？这魔鬼啊，他巴不得这是世界的王，对不对？埃及王就是魔鬼，他不让你多起来，你一多起来他就害怕，是不是啊？而这个世界人的心，特别是世界王的心，他也是不希望
人基督徒今天多起来，所以因此呢想方设法辖制，越辖制人越多。他说这怎么越在就希伯来控制不住了呢？这希伯来人越想辖制他们，他们就越多起来，因此要督工来辖管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说他们为法老建了两座城，基或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在比东还有兰塞，以色列起行的时候就是从兰塞起行的，比东和兰塞这两个地方给他们建两座基或城。现在有多少基督徒在为这世界建基或城呢？什么是基或城呢？给世界装满各样财物的城就叫集货城。你现在给谁建集货城呢？给世界建集货城，只要给建集货城的就是什么？林多的。哎，就是为奴的。那我不给他们建集货城的，出了旷野就是自主的。你是要做自主的，是要做为奴的？自主的为奴的，说自主的这个这里呢，它又有一个新的含义。如果自主的我自己做我的主，那也是不对的。那自主的就是什么？做主的，做谁的主呢？做神家的主人，对不对？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做主的。为奴的给埃及人建基过程，做主的主人呢，就是谁呢？就是神家的主人。好，我们不要做世界的为奴，给他建基过程。我们先看，现在法老王就招了人来，招了两个受生婆，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受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存留他，叫他存活。”下面说，但是收生婆第一点是什么？敬畏神。这是第一点啊，收生婆是敬畏神的，敬畏神。敬畏神啊，收生婆是敬畏神的。敬畏神，收生婆是敬畏神的。下面呢，竟存留那男孩的性命，他不让男孩死，倒把男孩子存留了。所以，他凭什么存留男孩子的性命呢？因为这涉及到什么问题呢？这涉及到教会生养的问题，必须找到一个真正敬畏神的收生婆。谁是敬畏神的收生婆呢？谁不敬畏神，这个收生婆在教会中间顾念的不是群羊，而是顾念什么呢？顾念自己的肉体，所以顾念自己的得失，顾念自己的地位，这不是敬畏神的收生婆。上帝要的收生婆是一定是敬畏神的啊。在敬畏神的收生婆竟然存留这男孩子的什么性命，这是冒死的，对不对啊？冒死的，这活着死来存留这个性命，这表明违背谁呢？违背法老。法老。一个能违背法老王，那是冒死的违背，对不对？这是他信心的突破。是不是？这个收生婆是他信心的突破，是冒死违背法老王，这是信心的最关键的突破。第一个是他建立在敬畏神的基础上，第二是冒死来违背法老王的命令。因为谁要违背法老王命令？因为法老王当时埃及地那是最大的国，是最强盛的国，那个法老是最有能力的，而且在追赶以色列民的时候，他们的战车马兵就有几百上千辆的战车，而且其他的国家都达不到那个势力。当时法老这个埃及王法老他就达到这个势力了，而且他把收生婆招过来告诉他，把男孩子掐死，女孩子留下。收生婆得没得法老的命？听没听？为什么不听呢？他
因为敬畏神，对不对？他知道谁最大。这里面我们收生活信不信神？信神。所以希伯来人呢，收生的时候呢，收生活一看是男孩子，就留下了，然后就向他撒了个谎。后来他就招他来说，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人呢的妇人和我们埃及人不同啊，这是不是在撒谎？是。以什么呢？用信心撒谎。以信心，用信心做，是吧？做假见证，对不对？嗯。用信心做假见证。按照犹太人这个律法上规定的，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他正好违背了哪一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是不是有这条？有。他陷害的是谁呢？陷害谁？陷害是法老王，是不是？所以他的信心是突破性的信心，突破性。我们那个时候是超越性的。这是突破性的信心，没有听从法老王的那个高官那种压榨，没有听从他的命令，因为他以谁为至高？以神为至高，是吧？他不以法老王为至高，所以他宁可用命来维护以色列民的男孩子。今天呢，在教会中间，这样的收生婆很少。对，什么收生婆？就是以命来维护教会弟兄姊妹的属灵的生命，对不对呀？对对，他是以捍卫教会、敬畏耶和华、捍卫教会的真理，来维护以色列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如果没有男孩，证明这个民族已经衰败了，对不对？已经即将面临衰败的危险，所以他在这里头以一种强大的信心，一种突破性的信心，这个信心呢，用信心说谎，信心的突破，突破谁呢？咱们今天呢，受到那个政权或者地上的一种势力的压榨，没有这种突破的信心，信心上的突破怎么突破呢？政权一告诉你不准这样，他就不准这样；你不准那样，他就不准那样。听谁的呢？听谁的？现在有许多教会，现在为什么出现过？为什么出现？中国出现一个家庭，主要分这两大两种，一个是家庭教会，还有一个是什么？三个教会。就这两个教会，家庭教会和三字教会。家庭教会怎么产生的？啊，家庭教会怎么产生的？以家庭为主。以家庭为主啊。三字教会产生怎么产生的？啊，以吴耀宗为主的，这么产生的，对不对？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这两个教会现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占主要的教会的成分，其他的教派不过是外国渗透一些，比如说灵恩派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只不过在三字和家庭教会中间进行传播他们的不正常的信仰，但是这里面根深蒂固的就是家庭教会和三字教会这两个教会。我问弟兄姊妹，这两个教会对不对？不对，不对。为什么？基督教会。好，咱们来分析一下啊，基督教会。以谁为头？基督。三字教会以谁为头？家庭教会以谁为头？好，现在我不要基督了，我在，因为基督是属天的，对不对？
教会也是属天，我把属天的记录拿掉，在前面加上一个弟兄会，加上一个分行会，三重教会，家庭教会，对不对呢？对。三字教会，三字是政权起的名字，不是基督起的名字，对不对？家庭是人起的名字，不是基督起的名字。好，你家正好娶媳妇那天，你姓王，你的妻子姓张，然后外来个人说：“我给你妻子起个名字，你干不干？”你干不干？起个外号啊！你干不干？不用说起个名，他说我，比如说那个人姓刘啊，我就在你妻子前面就加上一个刘名，再加你妻子的名字，你干不干？你干不干？你不干。你会跟他俩打，他给你起个外号，你也跟他打。现在教会中间以这样的外号，这样的外号，这都是外号啊。耶稣是属天的，教会也是属天的，教会不属这世界，必须在基督在前面，基督教会跟他这个完整一个人，基督在上面做头，对不对？这是基督啊。现在基督做头，那么教会就做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教会啊。好，现在把基督推掉了，我在教会上，或者当山里吃王二麻子在教会上，就叫我你某某某教会，对不对？对，不对的，不对，因为教会只有基督做头的才叫教会，听懂了吧？对，任何人用任何地方的名字，家庭是地上的，三字也是地上的，弟兄也是地上的，这些来充当教会的名字，对不对呢？不对，不对的。所以今天不要说我是这个教会的，我是那个教会的，所以这个我们通过在出埃及记第二章就可以知道，第一章就可以知道，这个收生婆是一种超越政权，超越政权。超越政权，超越势力，超越势力，超越政权，超越势力，这样突破性的什么信心突破的。那个时候他就不听什么地上埃及政权的吩咐命令，对不对？同样是神要存活希伯来人的男孩子，而法老王却要消灭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子。这样呢，你是敬畏神听神的话呢，还是敬畏法老王听法老王的话呢？给谁听谁的话。现在就出现这么两大势力，一大势力是敬畏神的，一大势力说要敬畏法老王，听谁的？你不要忘记，当时的法老王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最高的统治者，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能替代法老王。埃及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中就有埃及的，埃及的法老王一直流传到现在，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最高的统帅还叫法老，没改变，这么多年没改变，是不是啊？你看他现在是在整个的埃及的，而且是最雄厚的，军事雄厚，经济雄厚，是不是啊？以色列人就因为他们全地遭遇饥荒，他们下到埃及地之后都要投奔埃及地。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投奔埃及，亚伯拉罕投奔埃及了，是不是啊？两次投奔埃及，以撒投奔埃及了，是不是啊？对不对？还有谁投奔埃及了呢？雅各投奔埃及的，对不对？约瑟投奔埃及的，以色列全家都投奔埃及的。这就说明埃及当时这个政治经济都是特别强盛的，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王法老王也是全世界可以说是
数一无二的法老王，哪个国家都惧怕他三分。但这个时候呢，谁要违背他的旨意，那只有死路一条，是不是啊？这掉哪来？这时候呢，这个两个收成婆，一个是施，一个叫施弗拉，一个叫拔，这两个收成婆就超越了，就突破了一切政权的拦阻，一切政治上的拦阻，一切权威的，一切势力的拦阻。所以他教导他要做什么呢？杀人。而收成婆现在不去杀人，去说谎，在圣经里说是不管你是杀人是说谎的都不行，对不对？按照律法说都是不行的。但是今天这里就需要撒谎，就要发个谎，撒谎骗谁呢？骗法老，对不对？这是要骗人，做假见证骗人的。那你看要骗谁？圣经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里说陷害人，那法老王是不是人啊？还是狗？是，还是猪？是不是人？对不对？现在收生婆用突破性的信心来骗法老王，怎么骗的？怎么骗的呢？他说希伯来人呐，这妇人比我们更强盛，他不像我们埃及人，我们他比我们强盛，我们还没得到呢，我们还刚刚往那去呢，孩子已经临盆了。他以这种方式来骗法老王，就救了埃及人的男孩子。男孩是承受产业的，如果把男孩子留下来，男孩子是军队整个战争的是勇士，对不对？都从男孩中间出。那你想想，如果把男孩全部消灭掉，那以色列一生都成为法老的什么奴仆，对不对？现在必须留下男孩子，因为留下男孩子以色列人才有出埃及的可能，是不是？如果不留男孩子，没有办法跟法老王进行对抗，没有拯救者，那没有办法，不能用女孩子，女孩子也没有办法和他对抗啊。所以这时候收生婆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要存留那承受产业的男孩子，就留下了男孩子性命，想违背法老的命令，就是以欺骗的手段，用骗人的手段来骗法老王。那骗分骗谁？好，有人就问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什么呢？那么罗马书十三章不明明说呢，在上当官掌权的人人都要顺服他吗？怎么今天这个收生婆竟然违抗了在上当官掌权呢？那我要问，耶稣基督和耶和华起初在旧约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这些在上当官掌权是神的用人，对不对？用人是刑罚作恶的，对不对？首先你要知道他跟神说是神的用人，刑罚作恶的。你要详细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神的话语一定是有，一定是有。为什么他会骗他？收成婆为什么会骗法老王？你首先看收成婆是有超越性的信心，他虽然生在那个时代，但他用骗的方法把法老王骗过去了，就存留了希伯来人的信命。我们首先看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有人拿这段经文呢来欺负弟兄姊妹，这段经文你要详细的看，这段经文不是他们所讲的那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这些首先要建立在他们必须是神的用人，必须是刑罚作恶的，不是刑罚那些真正神的用神家里人。现在的法老王现在要刑罚谁呢？不是刑罚恶人，刑罚谁呢？刑罚是家里人。你还说不顺服呢？不顺。
有的人就这个地方他区分，为什么当时这个收生婆，这两个收生婆能够敬畏耶和华，并且能有这么大的信心来欺骗法老王？因为他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顺服神，在什么情况下不顺服人。你听懂了吗？什么情况下顺服人，什么情况下不顺服人而顺服神，这个你要清楚知道。这个比如说今天这个在上当官掌权的是神的用人，他是被神所使用的，对不对？顺从神的旨意去刑罚作恶的，不是刑罚的行善的。而希伯来人确实是上帝所拣选的，是行，他是上帝的用人，对不对？如果你现在你做官的不是用来刑罚作恶的，却用来刑罚神家里的人，那么上帝就叫你不能再顺服他了。听懂了吗？我们看这段经文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首先掌权是神命定的，对不对？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说抗拒的比自取刑罚。这里说抗拒，那我们今天知道收生婆现在已经抗拒掌权的了，抗没抗拒？抗拒的。他为什么要抗拒？下面有话说，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去罚，乃是叫什么？好，现在做官的这官是不是神的用人，就看他现在是刑罚作恶的还是刑罚行善的。这最关键的两个地方啊，最关键两个地方。说做官的原不是叫什么刑惧怕的，行善的，乃是叫什么惧怕？作恶的惧怕。行善的不用做惧怕做官的。我今天传福音做见证用不用惧怕做官的？抢救灵魂用不用惧怕做官的？不用。我现在叫一个摊着起来行走用不用惧怕做官的？不用。那什么样的人需要惧怕做官的？作恶的，对不对？现在这官你要看他是否是作恶的还是行善的。是恶官还是善官？听懂了吗？这里边说最关键，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注意往下看，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什么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什么用人。首先你看这做官是不是给神用的用人啊？神的用人，神的用人为谁效力？为谁效力？哎，这是最关键。第二点，下面是不是给人伸冤的啊？这里面有一个伸冤，对不对？是吧？是伸冤的。第一是神的用人，第二是伸冤的，第三是什么？刑罚什么？你看他是不是这几样？如果他现在刑罚神的儿女了，现在不刑罚作恶，刑罚神儿女了，这怎么谁把黑板擦拿走了？你看他在干什么？这里面是说刑罚呢，作恶的。刑罚作恶的，你看这做官是不是刑罚作恶的？如果他这三样没有，第一不是为神所用的，第二不是给那些不是给人伸冤的，第三不是刑罚作恶的，去刑罚行善的。传福音是行善是作恶？行善。如果假如说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做官的来拦阻我们聚会来，那边那个烧杀抢掠不管，我们正在聚会，
他来拦阻我们聚会的，你说你应不应当顺服？啊，有人说，那我今天我撒谎可以不可以？问我撒谎可以不可以？他就说，那收生婆为什么撒谎呢？我说收生婆的撒谎是因为骗那些作恶的官，对不对？对，你懂了吗？对。他现在本身的官就作恶，你再去顺服他，你就等于跟他一同作恶。如果两个收生婆照着那个作恶的恶官的吩咐去杀希伯来的男孩子，你们说这两个收生婆能不能蒙上帝祝福？不能不能蒙上帝祝福。今天他要抗拒掌权的，他为什么要抗拒？这里没有说不要抗拒掌权，有人那几样不看了，这三样不看。第一，这做官神的用人，为神所用的；第二，是为人伸冤的；第三，是刑罚作恶的，不是刑罚行善的。听懂了吗？这样的官你应当去顺服他。如果他说不行，你们这基督徒多起来，我们就完了，我们这个党派也就完了，或者我们的政权就完了。他抱着什么目的啊？像这埃及说，他们一多起来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就联合外国人渗透进行攻击我们。你还听不听的？你一听这官带着自私的心，听懂了吗？所以今天为什么两个收生婆竟然来抗拒全世界最大的官法老王，最有能力的、最有势力的法老王，他竟然抗拒了，并且欺骗他们，以谎言骗他们，骗的对不对？对对对，骗的好不好？好，骗的好，骗的妙，骗的鬼子哇哇叫，是不是？又该骗是不是？对，因为他们心里有小伎俩，对不对？对，希伯来人多起来，我们不就完了吗？嗯，希伯来人是要在你这个埃及地常住下去啊，还是早晚有一天要出埃及？出埃及。但他们不舍得出埃及，是不是？出埃及我们没有奴隶了，他们把希伯来人当什么？当奴隶的。希伯来人是上帝的选民，是神家的，神的儿女，但这世界的王却把他当奴隶来使用，当牲畜来使用了，开始建基或城。这样是上帝的心意呢，还是撒旦的心意？撒旦心意。所以这时候呢，埃及不这么逼迫，希伯来还不知道出埃及呢。这么越逼迫迫害他们，他们就知道了。但有一些以色列民还是执迷不悟呢，还觉得今天我们出埃及不如在埃及的呢。我出埃及本身一件错的，在埃及围着肉锅吃大葱大蒜多好啊，对不对？他们还以这为他们埃及为他们的荣耀，埃及辖制他们，他们根本就没有自由权。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收生婆因为他看中的是什么？这官不是神的用人，这官呢不是为人神缘，这官不是刑罚作恶，乃是刑罚提不来的，所以他看透了，对不对？对。那你能不能看透了？也是说，那能看。这政权不是保佑我们平安的吗？有没有这么说？有。我们有这保护，有那保护，就没说什么，就没说神保护我们，说这个保护是保护你吗？不是。啊？瑕疵你。你这个地方不可到那地方传道，辖制你的。这时候你要不要说服？不说服。不要说服，不要说服，就涉及到有一批人将要为主殉道的，你信不信呢？你看这段经文，往下看，你看神的旨意是什么？第一个是神的用人，所以你们必须说服。如果他是真正是神的用人，还是伸冤的，还是刑罚作恶的，这时候呢，你就应当顺服他，不单是为刑罚，也是为什么？为良心。所以下面说，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为说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是不是啊？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
但恭敬的去恭敬他。这个地方就是叫你在地上的，你比如说我做买卖，下面税官来收税的时候，你当不当纳税啊？好，我现在种田的时候，国家要叫你交公粮，交不交？我现在盖房的时候，国家要求每个人你要盖房就办房照，你办不办？办。我今天开摩托车开汽车叫你办驾驶证办不办？结婚了办登记办不办？办。啊，是办了。真办吗？办。对。为什么呢？今天不要往别人家仓库上点火，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啊，不要往人家井里放毒药，好不好？好。行不行？行。这是肉体上的事儿，应当遵行在上当官掌权的，听懂了吗？结婚办登记，盖房办房照，开车办驾驶证，这都正常的肉体上的事儿，应不应当遵行？到红绿灯那地方，我就过去，我不管。啊，我是上帝的孩子，我不管。地上的那些规条，你就遵守就行了，好不好？这是在肉体上的事。假如有一天了，他告诉你们不准聚会，你要不要顺服？不顺服。这不宣道是什么？肉体上的事儿。我刚才说那一些全是肉体上的，种田纳粮，盖房办房照，结婚办登记，是不是？是。做买卖纳税，种田就纳粮，打鱼就纳鱼，对不对？那你今天在地上这些事情应当顺服，不要效法李洪志，好不好？李洪志他不，但我们今天不是这样，我们这些事情遵守地上的一切的法规，但有一样不能遵守，就是什么？把你教会的名字报出来，都谁信？报出来。上个不都报？这不排除人家？你在哪聚会说？几个人聚会？要不要说？不说。三个人跟谁聚会？不说不就撒谎吗？使劲说啊！这不跟这个收生婆一样的吗？撒谎吗？撒谎该撒。是喜欢的。撒谎。你听懂是什么意思吗？我说的是肉体上应当，他要粮就给他纳粮，好不好？好。他要税就给他上税。对不对呀？对，我们儿女结婚就理所当然办登记证，对不对？对，我们今天盖房子就应当什么？办这个房照，应不应当？应当。说这些都是肉体上事，应当顺服在上当官上，就一样，你不要信耶稣了，信那有什么用？你信不信？信啊！你要不要遵守？不遵守。你不要随便聚会。对。不要唱赞美诗歌，行不行？行。你不要传福音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遍，不行，行不行？遵不遵守呢？不遵守。顺不顺服呢？不顺服。因为这样的官不是神的用人，神的用人，他是为谁服务的？为谁服务的？用人就是神所使用的，对不对？为神服务的，这样为神服务的，这样官你要顺服他。他今天是伸冤的，你要顺服他；他今天是刑罚作恶的，你要顺服他，好不好？好。该恭敬的，恭敬他；该啊，是不是？该敬畏他的就敬畏他，好不好？好。这时候不要顶撞他。那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现在是自己是做官的，跟那些社会上的盗贼弄到一起去了，想方设法迫害神的教会，啊，你还听不听呢？你不能听啊！我上吉林市那地方传福音，我在大街上发福音单张，一个月发，一下被一个公安局看着，来，跟我来，上哪儿？我走，跟我去。我就跟他去，上哪儿？上吉林市公安厅。谁让你传福音？耶稣让的。我说耶稣让的。你不知道传福音这件事情，国家要禁令，你哪的？我说我是吉林的，我是
通话的，你怎么跑这来传呢？不有规定吗？国家有规定，你在当地的地区传行，你不能到这传。我说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做我的见证，那是你的圣经，你信的我们不信，你不信我也得传。我说你们不信我也得传。共产党员没有国界之分，对不对？你在哪个地方都在哪个地区都能看到共产党，我们照样，我们基督徒也照样一样。后来他就问，他说你们教会有多少人？我说不能告诉你。他就把名报上来，不报上今天不放你走。我说你就算不放我走，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们教会某一个弟兄姊妹的名字，我那属于卖主卖友，我就不能告诉你。他说为什么？我说有一个条件。他说什么条件？你把你共产党内部的名单告诉我，我就把我教会的内部名单告诉你。那不行，我说你不行，我也不行。他说也是啊，不告诉你也不告诉我。后来他说一句话，说这么的吧，他说你上那屋去，上那屋看看。那看我们的墙，我上来我看墙，他门上都贴着耶稣的画像，而且上面还贴着耶稣那十字架。我说你们这不也贴着耶稣的十字架？其实我告诉你，我也信。我说你信，你怎么还不让我传福音？但是你的法律有规定啊。我说你法律规定，你的规定是神的用人，谁让你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的。为什么美国的律法是那么完备呢？因为他就是说他不禁止人去传福音，哪怕要死的人马上绞刑了，到绞刑架绞刑了，差遣几个牧师到那去给他传福音。而我们中国却不一样的，你要死人呢，赶紧你到跟前都不让你到跟前，就叫他死，死完了这灵魂就下地狱了。而我们中国不是这样，临要死的时候给他传福音。那天我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大街上判死刑，一共是四个人判死刑，我在那下面都喊着，挨个看到那个前面挂那个牌子，我开始挨个喊名字，我就使劲喊，我说你信耶稣，我说毛毛毛，你信耶稣，信耶稣今天我灵魂得救了。光子说别喊，我爹就喊第二名，我说信耶稣，信耶稣你灵魂就得救了，还使劲那么喊，喊了好几喊，这四个人都给我喊到了，他不让我喊我也喊。后来他找几个人说你把那个人那是不是神经病了，就把他赶走，神经病。我说不是神经病，都赶我就给他传福音，你们也不让我传。外国人他就是要，他就让你传，他到临死上绞刑架才要你去传，但中国人不让，这就不一样，这正咱们中国的政策不一样。当时埃及的政策也是这样，一开始约瑟在埃及的时候，约瑟说了算，他们是自主的，是不是啊？他们是做主的，后来就为奴了这一段时间，所以他们430年，这430年怎么度过？有30年是为奴的，有400年是有30年是做主的，有这400年是为奴的。这为奴的400年，他们在那埃及啊，就是这400年呢，一直给埃及人做工。但是埃及王法老王禁止以色列再继续的遍满地面生养众多，这个时候呢，收成国首先就突破了这一关，因为敬畏神，他突破这一关，他知道他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他就知道今天我必须得撒谎，我必须得骗人了，我骗的不是人，所以我骗这个人呢，不是正常人。是谁呢？是要消灭神家里子民的这个人，该不该骗？这时候你就不能说你不是撒谎吗？你不骗人吗？你怎么信神的？你怎么干这事呢？你就不能用律法来要求？用律法要求他在做假见证陷害人，用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就不会骗人。你听懂吗？你分怎么回事？你天天对弟兄姊妹，你这个也骗，那个也骗，你这不是个好基督徒，你信不信呢？要跟你的邻舍说什么？什么？诚实话，对不对？那就不是你的邻舍，他变成仇敌了，他不让你生养啊，他不让你生孩子，你当不当骗？对什么人骗？对什么人要骗？
顾虑，仇敌，对什么人不要偏，弟兄，弟兄姊妹不要偏，听懂了吗？对，这是这段经文它的意思。为什么他可以成立呢？按律法来说，都是违背律法。那到时候我再跟你说，拉格是也是干这件事，成义了。所以神大大的赐福给他，他结果是什么？往下看，再回到出埃及记一章，就因为这一句话，我们看第二十节，神后代受生国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什么昌盛，昌盛，两个受生国，因为敬畏耶和华流希伯来人的男孩就是以色列人，极其强盛。今天教会有这两个受生国，教会就极其的强盛，教会竟有那个瞎子的，你看见圣经盘想到这把掐死这样的收生国是个什么收生国？月收生国，对不对？收生国教会中间传道人也是收生国，管理教会的也是收生国，对不对？是不是啊？那都是收生国呀、啊、你以为收生国是谁呢？你以为收生国今天我们生孩子他给我们收生了，这是收生国吗？教会中间也有这种收生国。什么样收生国使教会那么极其强盛？收生国不需要多，俩就够了。你听懂了吗？这里是不是就俩？以色列就极其什么强盛？就两个收生国。谁的今天只要收生就都拎到他，两个收生国来回忙碌，对不对？忙碌干什么呢？给收生。现在教会中间需要这样的收生国，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施弗拉，还有什么普拉？你告诉我，你是施弗拉是普拉？不是，你还是那个生出来就给掐死了。你要敬畏耶和华的受生国，凭信心来骗法老王的受生国，还是别骗人了？只要来了就是生下，照着法老王的去，那不掐的不要命了吗？给掐死了，我不保留我的脖子了吗？啊，我的脑袋不保留住，掐就掐吧，反正有，你看不见就掐死吧。啊，你是那掐孩子那个收生婆，还是施弗拉婆？施弗拉婆。这两个收生婆是敬畏耶和华的，不掐。人看不见，神还能看见。我掐死一个很容易的，对不对？孩子刚生说一捏就捏死了，就说。啊，就是生憋死的，可不可以？我可以，完全可以呀、啊。但是他没这么做，因为他心中敬畏谁？敬畏神，所以要留下神的后裔，对不对？因为希伯来人是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就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那么今天法老王再下令把他掐死，不能掐死。在那屋里收生，别人看不见，就收生婆和一个，是不是啊？一个收生婆和一个产妇在那里头，你说掐死容不容易？容易，掐死很容易的，掐死也不说啥，我一捏脖子就捏死了呗，就说憋死了，完了下来就憋死了，可以，对不对？但他没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心中有神。你心中有什么？进来教会一个婴孩，你就得怎么、把他带，把他收生，把他带一点点，把他抚养长大，好不好？好，那才是好收生婆。而现在教会中间巴不得都掐死，就剩我自己了，都变成熟肉体的啊！你们全变成熟肉体的，就是他自己。这样的人不是敬畏耶和华，听懂吗？那违背法老王，不违背神，是不是啊？违背神就不能违背法老王，这两个同样是王，一个是天上王，一个是地上的王。我要遵行天上的王的旨意，我就违背了地上的王；我要遵行地上王的旨意，我就违背了天上王的旨意。听懂了吗？我今天不撒谎，
我就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我就借着撒谎来遵循神的旨意。我撒谎骗的是仆人，骗的是仇敌，对不对？听懂吗？我骗谁？他现在他可以啊，他可以，他要是这么做，按照法老王这么做，法老王可能给他高官厚禄，你信不信？信。法老王可以会给他很多的东西的，是不是啊？但他说，现在遍地都是冤枉，我就你算啥呀？你不过是个法老王，是神临时用你的，你是法老王，我敬畏神，我不敬畏人，对不对？我听神的话，不听人的话。如果这个法老王他现在是敬畏神的，听神的话，他说的话你听不听？如果这法老王是神的用人，专门被神所使用的，他说话你听不听？听啊，听啊。如果这法老王势力很大，但他不敬畏神，他说话你听不听？就是两个选择。你怎么知道这个老王，这个国家的一个统帅，他是敬畏神的人，还是不敬畏神的？他为民，他兴发作恶的，他是神的用人，他是高举上帝的，那这个国家的王你就要听，他做什么事情你都要顺服，你听懂了吗？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神的用人，为神所使用的。再一个是伸冤的，是兴发作恶的，这不是兴发作恶，去兴发希伯来人，因为有私心，怕他们多多的生产，怕他们多多的养育，将来成为他们的仇敌，成为他们的肋下的荆棘，因此他就要把它消灭掉，想把以色列民在埃及地消灭在摇篮状态。注意往下看第二十节，神后代收生婆，后代神又没忘记，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什么？极其强盛。就这一个收生婆做了这一件事情，使以色列民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注意看，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这两个收生婆都成立家室。好，今天你敬畏神，神也叫你成为家室。这个家室不一定是属肉体的，也是属灵的家室，对不对？我们先看，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什么？”丢在河里去。法老王现在敬不敬畏神呢？越发背地顽梗，要把以色列孩子全部丢在河里，一切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怪不怪啊？怪的。他现在跟谁作对呢？地上的王和天上的王作对。你听懂了吗？这个时候你要顺服你，你的耳朵、你的眼睛都要分辨，你的心都要分辨，对不对？对。你看看今天，好，来个做官的，进屋了，是吧？嗯，进屋了，就告诉你，你们这要读的什么？读圣经，谁让你读圣经了？那不行，把圣经拿回来烧了，行不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你不能听他的，是不是？因为这做官的，他现在不是要去做刑罚作恶，他是刑罚你这个读圣经的。读圣经好不好？好。在非洲那个地方，就有黑人在那读圣经。在苏格里的大中午来的读圣经，过来一个白人，过来走在那看看，哎呀，我这读啥呢？读圣经，这圣经早就过时了，你还读圣经吗？那黑人来读圣经，我不读圣经你早进我肚子里。黑人吃白人，我要不读圣经我就是野人，你来了我早就你就进我肚子里了，你信不信？你今天信你去，你站耶稣光吧，我要不信耶稣，不读圣经，不信耶稣，你早就我肚子里的食物了。白人斜斜的眼睛
走吧。今天我们读圣经是件好事是坏事？好事。我们要不读圣经，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啥人呢？对，你信不信呢？是的。感谢主任，也是。